31日上午 ,YJ 方面公开 YJ 宝石盒预告视频，视频以 YJ 宝石盒是否能打开的一个疑问开始。随后杨贤硕代表在和职员们开会的过程中说道，这次我不是说过要看外表吗？职员则惊慌回答道，真的吗？而在视频的最后，一位练习生说道，一定要完成出道，表达了参与 YJ 宝石盒的29位练习生们共同心声。此外 ,YJ 宝石盒将于韩国时间11月16日22时通过 VLive 首播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